啊，还有漏网之鱼、啊、妹妹你看这还有请你扣号经过妹妹同意的哎呀，我可爱的妹妹，你们知道她在干嘛吗？然后我就爱吃束缚她呗，吃了就上瘾呗，然后她就到处去搜刮，到处搜刮，今天已经弄很多了，还有哦，天哪，我今天把整个宝山乡的树葡萄都给我吃了，吃光光了，真的还有哦，漏网之鱼。哎，这种东西让人惦记，你知道吗？我刚才挂在那边车上哈，我现在心里面就想说惦记，我好想捞，捞在嘴巴里，对对对对，就这种感觉。三颗，有这里有捞到三颗，我连皮带籽都一起吃了，好像每一家味道都差不多哎，差不多了。我也发现一颗。嗯，这里，哎呀，太好吃了！嗯，发现鸟窝哎。对啊。嗯。来来，给你看。哦。来来，这边，你看那里。嗯，我看。看到什么？哦，蛇皮。蜂窝。哦，蜂窝，蜂窝，对，蜂窝，哦。没有了，对，没有了，没了，对，可以了，那么大一包，这个没有，嗯，这个没有，嗯，跟这一批一样，一起开花，嗯嗯嗯，我的天哪，好好吃哦，阿姨啊，不是阿姨，叫错了，大哥。嗯，就是人家原住民师傅做的，嗯，我是觉得哈，我妈她做的酸菜，她就是。用那个蒜苗大蒜那个切细碎碎炒当小菜做包子也可以、哦、放点肉末然后你要煮粉丝也可以、这个、切猪肉也可以了哎，对对对对、啊、大哥快点快点你的那个束缚它给我很甜哇、哦、真的很甜啊不会骗你、大哥留给我的因为昨天采采我采采在口袋里面采着我采着他只要炸就会来我一定会来我就把它冰起来我今天其实哈是想说看下午有没有时间过来嗯因为那不采的话又被一只鸟吃掉嗯好很好吃啊那个可以真的很好吃嗯但是你这没它的甜呢真的啊嗯它那个更甜它那个更甜那你有没有觉得有啊它这个有你还是我刚才吃那一颗有点酸我们家的比较甜你们家的比较甜 对不对有甜有酸呐、啊你这个要稍微酸一点比较好了有甜有酸比较好吃的对好了大哥是最好的哎跑掉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说我妈说嗯成都零下几度这两天真的、啊、嗯成都现在下雪啊下那个像雪蛋子那样的东西啊哦那冰雹了冰雹了它是碎碎的像那个雪冰雹了像霜啊哎呀昨天那个现在冰线呢、啊、朋友圈他们拍的那冰线呢、啊、冰线呢、啊、嗯嗯红线也是啊妹妹的嗯、妹妹我又装了几个、哦、这个姜是我泡的嗯我可以吃像不是直接吃啊嗯煮汤的时候切一点、嗯、哇怎么一直漏水啊、哦、完了大哥还有袋子吗有啊有啊拿袋子给你、嗯、今天出太阳了哎呀好天气啊、嗯、早上下午、嗯、昨晚上下雨啊好了走了天啊我跟着妹妹到处东家串一下西家串一下看一下我一来就发现菠萝蜜了好多好大颗啊太爽了好了哦你别咬我他们种的菜很多虫眼但是这个是最健康的、哦、好漂亮哦好香哦好看一下好上进了上进了这给妹妹的、嗯、全部给你哦嗯哦有了啊、哦想说按冬天想要来现在我可以给你啊对啊、嗯、对刚刚菠萝蜜你有看到吗有啊我有好大颗好多、哦、最大的是30几斤天哪这葱你都是分开种哈为什么分开种就一片种就可以了夏天的时候葱比较会死掉啊种到那个半日照那一边了对我就看到你都是分开种哎，我又奇怪为什么跟我妈种的不一样我们好像小孩子在玩家家酒一样不会种啊都是这样子随便种啊嗯，你那片地全部都是芭乐对对我看到中间有那个龙眼这些嗯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百香果。对，百香果。刚才妹妹来到她的邻居家里面，发现很多水果还没采，橘子啊。不采哦，它有的是要卖到清明节。哦。对，吃菜吃水果都不用花钱买了。那太热情了。按来自己给那个。好。嗯。你是他那个他朋友了？对啊。嗯。你是哪边的？我是大陆过来的。哦，难道你国语讲这么标准呢？标准吗？我国语标准吗？就是有点腔调不一样哈。差不多了，来坐啊。我大哥，你这太热情了，真的不好意思。坐。哇，你们的芭乐哈。嗯。这个都有人订的。都有人订了哈。哦，我们的产品没有很多啊，但是都是有人订的。嗯嗯，另外还有我也有蛋啊，你看。哇，这对啊，这么多蛋，都是跑山鸡哈，在外面。跑山，你们是广告看太多了。广告看太多了，还是你放在山上跑啊？野狗吃都不就不够给它吃哦。还跑山鸡哦，小鸡买来了，还有灯去照，还放山满山跑，那广告看太多，那是你们看那个广，那是广告了哦。我在煮东西吃哦，嗯，你在你还没刚忙啊，刚弄那个鸡啊，哦，还没吃午饭哈。你们有没有住在这里吧？就是一个礼拜，现在有住在这里了，站着很好。嗯，我就说刚才我们去了两家，都没有住在那个地方。但是我退休前啊，我就像现在外面买一间房子了。嗯，在离这差不多开车半个钟了。嗯，本来计划说那边买来住。嗯，这边工作来去啊，不用跑这样子。哎，结果你走没？这样跑没多久，哦，你说啊，算了，干脆住在这里比较舒服啊。我其实我就喜欢在乡下住。你来去哦，很浪费时间了。对，你这边种菜也好，照顾狗也好，照顾猫，然后照顾鸡鸭，你不用跑来跑去。还有你夏天工作哦，我都是早上一起来，天一亮就开始做。嗯。你从那边外面坐回来，已经太阳出来了，很热了。对，嗯，因为有时候要割草啊什么的，对，农田的事情也很多，对，顺便也身体也锻炼了。对，哇，你也有养猫哦？很多啊，很多。哎，我们一人一条香蕉啊，大哥给的，他自己种的。像他这个就没有喷农药啊，一看就是啊，对啊，有虫眼啊，卖。对啊，对啊，来，你要不要？我要拿一颗去，没关系，动啊。嗯，不好意思啊，不会，哎，你俩每个种哎，雪翠呢？初秋，雪翠啊，不是雪翠，初秋。初秋有啊，下面呢？一天气冷是会变价，因为我们阿兄没见。对，好大颗，怎么这么大？真的，它这个为什么长这么大？品种不一样哎。好，品种不一样哈，怎么这么大？一样啊，一样。比较早。啊，哇，生活真好，看一下，他这一家也不错啊，也是独门独院。这花，风中摇曳。你不要再叫了，这样对嗓子不好。这个好大，一颗大的，一颗小的。台湾人哈，他们养狗都是养好几条，五六条，不像我们哈，我们那边养狗就是养一条。好像都养两条的都很少，看一下芭乐，给你们看一下，好像这个阿姨他们都爱种芭乐。然后这里是高铁哦，刚才我有看到铁路，刚才我们有经过铁路，看一下这些菜，因为他们不喷农药，所以说就有很多虫眼，如果有网子罩着，有就吃，没有就算了，他们都是这样。啊，这个应该是龙眼了，好多狗哦，刚刚。去那边弄了一些漏网之鱼啊，我没控制住把它吃完了已经。妹妹想说我那么爱吃，我说我拿袋子干嘛呀，往这边走。哦，原来如此，这些要全部要留给我，看样子他去楼上去采了。哇，看一下，好了，我要采了，真想边采边吃啊。然后最奇怪的是什么哈，看到没有，
果还挂着，还又开花。哇，太好吃了！看一下，你猜的素葡萄超级好吃。我跟妹妹刚才爬到那个树顶上了，去采的。然后地上掉了一些，我要把它捡起来，绝对不浪费，一颗都不浪费，因为它太好吃了。动一动，锻炼身体，然后退休了之后找一块属于自己的地，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不要有压力，没有压力啊，让时间停留下来，就养点鸡。后面是我的菜园，我养鸡，菜园在后面。啊，这边就是他水果园，还有上面水果园。嗯，对啊，很好。哎，他这一家我也觉得很舒服啊，也是那种单家独院的那种。我不喜欢大马路。对呀，你是就世外桃源。哇，你也有养猫哦？很多啊。很多。嗯。哦。哎，小宝。小宝。还有一只。这只是来的。自己来的。小宝。嗯。颜色它的。漂亮，哇，这么漂亮，哇，这好漂亮，哇，好特别哦，它的花哦，咪咪，下次我给你带猫一条给你吃哈，比较怕生，来，小宝来，啊，小宝乖，小宝，哦，它花纹好特别哦，它不是跟那个一模一样吗？嗯。差不多啊，颜色脸那边就没有它的毛，它的皮不一样，它的皮不一样，那个斑纹有点不一样。对，我要把它阉掉。叫的声音比较细，这个声音就比较粗。嗯，这只是年纪比较大一点了，看起来应该是。对，看得出来。它很凶哎，你看它这样子，真的，想要把它赶走。天哪，人家才是主人呢。他这边最棒哈。嗯，他这边可以。嗯，这样生活就很好。像这些地方哈，猫都不安全，对，没有车祸。电视啊，是你那边的风景漂亮啊，在这边风景没什么漂亮。风景嘛，大陆那么大嘛，它肯定有一些奇观呐，什么的。对啊，我看那个电视的，哇，那大陆的风景太棒。台湾也有很多。奇特的啊！我是不敢坐飞机啊，不然我想要去那边看看。坐飞机不用害怕，没有感觉。哇，这个是一孔孔好大哦，孔羊啊，也很老了。对啊，这是真的好大。你要骂羊种是安阳烟啊？嗯，这是苗都已经长出来了，就直接种就好了。对，都不用喷药啊。佛手瓜，对，嗯，懂得一些养生。对啊。像你们这个美女吃一次更漂亮，哎，嘴巴很甜的。对，这个又不用喷药的。看吧，大哥他们在城里买房子，然后最终又回到这种原始的生活，很多都是就两边跑嘛，要到地里面工作上来回跑。他们现在已经住在这里了，啊，这个好像还可以洗澡，也是那个铁管的，对，铁管的。柴火啊，但是木材还是不好找哦。有啊，找人家的。对呀，来拆房子啊。嗯，拆房子的就有哈。你看，好的，我就给他留了，你看。慢慢锯嘛哈。哎。嗯，这个是实木的，你这实木哎，烧了，你这个烧了很可惜耶。大哥，这个你不要烧啊，这个这一根啊，不要烧啊，太可惜了。啊，有些像这种可以烧了。哦，那一颗好大哦。哎，不要这么近了。哦，你咬不到，36斤，最大的36，那比这个大两倍。没有，它不大一半。它比较长了。哦，这个也可以卖啊，这个很多人喜欢吃。我接水我很厉害，接花就没办法。哎，这个没有办法接。嫁接。嗯。因为这里面，后来我才知道啊，它里面有稍微有空心了，空心就不好接哈。这个它还没发芽哈，啊，它就干掉了。哦。哎，我来闻一下，这个是。有一种说叫。这个是。哦，叫什么？这是什么蒿啊？这个。啊，艾草啊。艾草，对啊，我就说，但是艾草分很多种哦，味道不一样哦。它不大一样了，它颜色不大一样。但是我妈说。他在台湾，他说没有找到艾草，他说你那个卖的都不是正宗的艾草，都是用粉啊，对啊，用粉，现在都是用粉啊，对啊，真的呢。那你妈妈很有经验的哦。嗯，他说台湾都没有哎，他到处找，他说都不是艾草。那这个像我们那边哈，这个是叫做牛尿蒿啊，反正就是不是正宗的艾草了。这
正宗的艾草，它的香味不一样，真的。哦。不过南非叶我们那边没有。南非叶、九层塔这些。南非叶我都不敢。九层塔有种子。有，那边买得到。对。对南非叶很苦。流行一时。哎呀，你要蒙你脑筋。没有用啊。没有用。啊，有一年我们喝那个、喝那个紫色的那个水啊。蝶豆花。蝶豆花，后来也没喝了。大家都在喝。流行一时啊，真的是流行一时，真的。对，后来还有那个手就讲了一些中药中草药，我跟你讲，有的是随便讲就讲的，不要太认真去听。对，除非是你实践过，但是我妹妹有实践过，她说在台湾我帮她买的那个蔓越莓胶囊，她说有用，她就说有用。他叫我吃这些草药啊，要看个人体质。对，他是可以吃。好，小蚂蚁，唯一一句能说的。好了，大哥，小蚂蚁，他们都很淳朴，真的很善良哈那种。以前是跟我妈他们一起长大。哦，对，